本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，名山艺术呈现朱德群、赵无极、郑月妹、李居易、翁明哲、吴东龙、李英煌、郭景平、彭宇慈，由前辈经典至一坛新秀跨世代的精彩作品。朱德群内怀深厚的书法涵养，仓库笔境尽在收放之间，将中国山水的意外之象转变为抽象抒情风景，以诗性和音乐性体现东方艺术的内涵与精神。赵无极以纯粹的抽象语言融合东西方美学，画面的结构将壮丽与神秘融为一体，流露出对自然的生命力与宇宙深邃的敬畏和赞叹。郑月妹的新水墨创作，媒材过极于油彩、压克力、复合媒材等，是艺术家对自然、生命、文化与跨文化的反思，呈现多元而丰富的文化视野。李居易受恩师刘国松与传统拓本艺术启发，以软木制成的小型方章代替毛笔，反复点拓间构筑成细微且壮阔的山水景致。翁明哲以独特的画刀美学表现力与美的结合，近看似抽象笔触，远观栩栩如生，透过慷慨激昂的笔触与情感意识，将生活的喜悦挥洒于画布。吴东龙的绘画抽离描绘、透视等惯有绘画观念，仅强调材质肌理与简洁的要素，在隐晦神秘的温润色相间，呈现舒缓沉静的艺术境地。李英煌善于展现墨色特性，并以留白展现淡薄神秘的禅意，借山林的云雾描述回忆，画里场景似曾相识，却无法明确标记位置。郭景平将对现实的幻想构思为作品，以超现实的表现手法结合喜爱的物件，透过画面物件的象征体现希望的信念，间接传达艺术家的价值观与人生观。彭宇慈专注于创作过程中的精神心理探索，以弯、折、凹的碎形笔触绘画手势，在洁白画布上蔓延成有动态且有秩序的理想画面空间，收藏经典，传承超越时代的文化价值与品味，是名山一直以来的信念。期待您的莅临，共赏这场艺术盛会。